迈进第六年的一年一度爱能改变南加州华人民圣诞大型的慈善晚会，九月九号上午在 Orange County 的 Anaheim Heritage Forum 举行暖身，邀请 Orange County 的牧者同工共进午餐，并且参观今年十二月十八号演出的场地。商榷筹备推动教会参与，并且向 Orange County 的华人社区推广的工作。Heritage Forum 可以容纳2500个人，是一个专业表演会堂。它的特色是有一个圆形表演的舞台是可以转动的。在参观中，这些牧者都在会场迫切的祷告。午餐会中，主办单位之一的角声美希总监一位向牧师说明主要的特点有三样，就是专业、福音以及有三个特点啊 ，professional、gospel 跟 charity。大洛杉矶教会网络的负责人周一方牧师，他也说明，今年第六年的举办已经获得全美国其他五个城市跟地区相继的也要举办同样类型的大型的圣诞晚会。他并且在会中向牧者们说明他的意义以及影响力。因着合一而带出很不一样的一个连结性，并且积极的邀请 Orange County 所有的教会牧者同工们，怎么样邀请会众以及教会来参与这项筹备以及推动的工作。今年的晚会将邀请台湾的民歌星汤兰花跟咬咬为主角。唱这首歌，全能的神。刚才如果你是觉知的，是你的牧者。今年呢，我做了我人生最大的决定。另外还有年轻人的街舞、其他歌舞以及圣诞话剧的演出。详细的情形，请继续观看大 LA Church Net 的报道。Go， Hallelujah。